很抱歉，以这样的方式和你交流。你们是谁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就像谢希和你说的，让你体验自己最想要的生活。你这是什么垃圾信息？鬼才会相信你！哼，你不还是来了吗？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测试属于保密范畴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那为什么选择我来参加这个测试？我们希望保证测试的适用性，所以在这个城市各类性格的人群中分别挑选了一些人进行测试。那我如果不愿意参加呢？如果不愿意参加的话，门口有一个黑色的头套，戴上它，我们会把你送回到我们接你的地方。你这到底是什么测试？我们会对你的脑电波进行干扰，在你大脑中还原一个世界，创造出你所期待的场景和人物，进行一场有前提条件的生活游戏。控制生活游戏的走向吗？如果这样说的话也差不多，但是你并不能控制整个虚拟生活的走向。虽然一切以你的期待为基础，但是在过程中还是会随着你当时所做的事而发生变化，就像生活一样。所以你要参加这次测试吗？让一让，你要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每天不是吃了就是睡，你就不能找点事情做一做？收拾收拾屋子，你看看这房间乱得跟狗窝似的，你就好意思吗？你工作你就行了，管我干嘛呀？你在家整整待了一个月了，所有开销都是我在顶着，你就不能赶紧找份工作？不是，我说你能不能别每天唠唠叨叨唠叨的，烦不烦？工作我找了呀，简历我投了，我投了800份，是他们不值千里马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你是投了，你投的都是什么呀？经理、主管，你就不能降低点要求吗？不是。
司机能不能快点，我快赶不上了。好嘞。姑娘到了。哎，姑娘，你的文件。哎，宝贝儿，那等我会儿，10分钟啊，我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哎，就在那挡着我就行了啊。啤酒准备好了没？行，那我过去啊。哎，行，挂了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睡什么睡？你这都第几次了？我这不都为了工作？工作是跟别的女人搞暧昧，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，你在家躺着，你还一次又一次的跟外面的女人搞暧昧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？不是，
待着无聊又郁闷，我跟我那些朋友出去喝喝酒，聊个天儿，又有啥的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考虑好了吗？考虑好了。在你的左后方有一个眼罩，请你把它戴上。可以开始了吗？等等，就一会儿。医生，刚刚在路上撞了一下腿，你看看严不严重？撞到哪了？这边，不要腿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要赔5000块钱的。主管，我来晚了。拿回去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主管，我路上出了一点事，一直走不开。这次的文案真的没有疏忽了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疏忽？因为你这次疏忽给公司丢了个大客户。我给你这次机会，谁给我这个客户？行了，去财务领这个月工资吧。
东西啊？好。真的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吗？理论上可以，但是这么现实吗？那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？什么？生日蛋糕。我就知道，不是送我喜欢吃的东西吗？这都被你猜出来了，你真厉害。就你那点心思，我早就看透了。你就不会送点别的？那人家不是说花都是女生最喜欢的东西吗？人家还说包能治百病呢，你就不会动动脑子？就知道听别人。我敢，我是自己一敢。来吧，现在可以。哇，真羡慕婷婷，人家老公送了好多东西，你看，你看。你看这件衣服好看吗？穿在我身上也一定很漂亮。嗯。跟你说了这么多，就一直一个嗯。看书呢。看书就知道看书。毕业这么久了，也没找个好工作，也不能好好陪我。我靠写文章又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，这不是得一点一点的来吗？一点一点，你一点一点到什么时候？你看贝贝的男朋友，刚毕业就开了个工作室。现在又有钱又有时间，人家刚刚自驾游回来。那你说让我怎么办？开工作室，我有那个资本吗？但是我也不喜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在家耗到什么时候？哎，你这样说的话，我就不开心了。李默，最近怎么没见你男朋友啊？开工作室呗。哇，这么厉害！他厉害。要不是我，我还能开得了工作室吗？什么样的男人？女人嘛，还不是想找一个靠谱的男人。可是，哎，今天不是周三吗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在工作室也没事干，也没单子。没单子，你自己不会去找吗？这种事还用我在操心？那我不得累死啊！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。乐乐大哥，你看我上个月的工资，过两天寄了单子就给你了。可是上个月也没接到什么单子的呀。马上就能接到了，你先出去忙忙，我有工作了。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嘛，这钱我肯定会给你的，我再让你还点钱。不行，都拖多少个两天了，
今天如果不交的话，我就真要把你们这给锁了。别。工作室黄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就黄了？一个月没接到单子。没接到单子你还往回跑？你去跑业务啊？那什么都让我干吗？你是老大，你不干谁干？真不知道你怎么想。我怎么想的？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吗？一天到晚无所事事，就知道想周后吹，你能干你什么？读了点书就装文艺青年了？要工作，工作不用心；要能力，没能力。要你有什么用？你说了，我伤过你了。我想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。确定？不确定。于总，想见你可真是不容易啊。张总，最近我们公司好像没有跟你们业务上的联系吧？哟，瞧你说的，没有联系就不允许我过来看看你啊。张总，请你自重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你还是先回吧，我这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处理。那好吧，那我们改天再约吧。小李，李总，什么事？帮我安排个车，我现在去花店。好的，李总。小李。李总。跟司机说一下，我现在不去花店了，我得马上回家。好的，李总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打你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我睡着了，没有听见。睡着了？让你睡。婷婷，我昨天看了一个包，特别好看。婷婷，你这脸……没有，昨天洗澡不小心摔倒了，在浴室磕的。哎，婷婷，你跟我还隐瞒什么？我原来以为他挺好一个人，没想到背地里还做出这样的事。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的。想什么呢？我该回去了。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，你不觉得这样的问题
本身就没有意义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时常回想起这些问题。当你的女人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开心。小李，停一下。好的，李总。这些都是你的鞋子，你的帽子，你的衣服，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，你想要什么我就满足你什么。你却背着我跟别的男人一起喝咖啡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我们就是普通朋友，以前经常一起玩的。神经病。姓吕的，你凭什么对老娘这样？在别人眼里，老娘就是女神，怎么到了你这儿，我连条狗都不如？你醉了。我没醉，我没醉，你等我说完。是，是想要什么你都能给我，但是你有陪过我吗？因为你的猜疑，你的不信任，就把我控制起来。想想，你回来有给过我好脸色吗？我告诉你，姓吕的，我要是想绿你，你早就变成大草原了。早饭已经给你做好了，衣服呢已经给你叠好了。不是约了萌萌去看电影吗？赶紧起来吧，快迟到了。黄熙，我就是黄熙啊，你的女朋友。你没发烧呀？你不会还是想着昨天喝酒的那个姑娘吧？我昨天和别的女孩喝酒了。对啊。你不生气？我能生什么气啊？这证明你魅力大不是？快起来吧，跟萌萌看电影去吧，我要上班去了。哎，我。
你怎么才来呀？临时有点事儿，所以来晚了。票取了吗？取票？你不取票我们怎么看电影啊？啊，我这就去。那个嬷嬷，没带钱？我在这等你半天了，又没票又没带钱，我来这里是让我来请你看电影的吗？要不这次你来请，下次我来行不行？算了算了，既然你给不了我想要的，那我就去找一个能让我快乐的人吧。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胜任这份工作？因为我有一个能够默默支持我、宽容我、关心我的人。明天来上班。谢谢主管。你在干什么？嗨，宝贝，你怎么没去玩啊？我问你在干什么？和他喝咖啡啊，坐一坐呀。是喝个咖啡，坐一坐。怎么？就算我们做了什么，又怎么了？黄西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你在背后背着我做这个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刘露，你在外边花天酒地，我呢？我在咖啡店低三下四陪笑脸，不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好一点吗？我们在一起这几年，你给我送过一次像样的礼物吗？每次下班你来接过我一次吗？他可以，可他只是我一个普通朋友而已，他都知道关心我，你呢？和你那些朋友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接你回家喽。没开玩笑吧？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刘露啊。那咱们就重新认识一下。
多少钱一斤啊？9块。这么贵啊，便宜点行吗？8块。哎，你快点啊，不是很重，要不我帮你拿吧。拿来吧。好啊。来，尝尝我做的口水鸡。嗯。怎么样，我做的饭菜还可以吧？嗯，好吃。好，我来尝一块。嗯，我又忘记放盐了，来，别吃了。来，行行行。这次，让我给你做次晚餐吧。刘露，你真好，谢谢你。行了，快洗吧。哎，好啦。刘露，我去上班了。哎，不对，露露慢点。每次都走那么急，又忘了拿文件了吧？好，下次注意。你呀，快去吧，省得一会儿再被追完了。拜拜，走了。刚才看你睡着了，没敢打扰你。这是吗？又说傻话了，这是咱们家呀。那边可催你稿子了，你赶快写呀。对了，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一些。啊，不用了。那我就不打扰我们大作家了，我在外面看电视等你。少年啊，年纪轻轻的就有了不俗的成就。你客气了，老人家。咱们还是说点正事吧。咱们文学协会希望你更多的参与一些咱们协会的活动，比如什么公益活动啦、讲座之类的，把我们的正能量的东西传播出去嘛。这个呢，还得看我的时间。我最近在写新书，还要做出版、宣传、销售这些，事情比较多。这样，那你有空的时候来两趟就行了。对了，老人家，我写的书你应该有看过吧？这个你写的书我都看了一些，但是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看的。连我写的书都没怎么看过，我觉得我和你没有什么可以多交流的，你们怎么走？王老师，真不好意思。你知道吗？我做事还不用你来教我？你这样会失去很多资源的。拜托，我是获得本人文学奖的人，
我才是最好的资源，只有我选他们的份儿。真不知道怎么说你。那你就不要说了。对了，出版社那边已经开始催了，如果下面的内容再写不出来的话，他们就要把这本书取消合作了。别急，这么点东西还不好写吗？这一点东西你就写了一个多月了。你烦死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你看今天的新闻头条没？什么头条？你的这本书最后的部分有错误的引导，已经被人爆出来了。还有文学协会那边对你的行为表示谴责和控诉，你已经被除名了。这群莫名其妙的混蛋。还有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！因为我本来就很好啊。我明天不想去上班了。那就不去呗。我想睡觉。那这样吧，明天我也不去了，我带你去游乐场吧，然后咱们晚上回来带你去吃你最喜欢吃的韩国料理，怎么样？太好了太好了。今天是我们相遇的796天，离婚礼相遇是我最合作的亲密，叫你妈。是不是等很久了？没有啊，刚来一会儿。哎，以沫，你男朋友呢？上班呗。真羡慕你能有那么好的男朋友，要是我能有这样好的男朋友，我也足够满足了。哎呀，小丫头，真的太年轻了，只要你够优秀，能管得住他，他就会服服帖帖。看我，自己也那么好，他就是想好好留住我，前两天还向我求婚呢。你看，戒指。白毛毛吗？白毛毛，你毛姐怎么在这儿？她是谁？她是我姐。你姐？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为姐？堂姐来这儿，我陪她转转。堂姐还牵着手？什么牵手？你看错了吧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她大半夜多久的酒局啊？我要跟她对峙。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已经和你解释了，什么都要和你汇报吗？我到底是你的男朋友还是你的仆人？什么都要满足你，满足你的幻想，照顾你的心情。但是你有没有想问过，你是不是用我对你的喜欢、对你的爱，当做我们在一起的筹码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
喂，婷婷啊。我这菜都做好了。这样，应酬呗。现在这些破事儿太难谈了。确实。老李啊，你没背着我干什么坏事吧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整天在家能干什么？我在外面一天忙得要死，你也不打电话问问我，你都一天在家里干嘛呢？收拾屋子，睡觉。天天就这样？对呀。你要是让我知道你做什么坏事，你就给我等着。老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看新闻。没做饭啊？没做啊，我哪知道你几点回来？你不会问我呀？你手机买来干什么用的？我哪知道你几点回来吃饭？你每天忙来忙去的。我忙？我为什么忙啊？我不忙，你能有这么悠闲的日子？我悠闲的日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妈的，混蛋你！婷婷，现在我已经把公司的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去处理了，我以后可以天天再陪着你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Thank you.
迪啊，你这样每天陪着我无聊吗？不无聊啊，每天陪着你多开心啊。真的？那我明天还想出去玩。去干什么？去买衣服，买包。好啊，那咱们明天就去香港。真的吗？真好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临时公司有事。你怎么还不睡？睡不着，等你啊。喂。啊？什么？好，行行行行，那我马上赶回去吧。这次我有时间。